三宜君，我是潘点玩宅速配。今天除了要介绍一款好玩的游戏给大家之外，还有好康要告诉大家哦。这款2009年发售在 Xbox 主机上的 Shadow Complex 暗影帝国，现在和 Epic Games 合作要推出重制版咯，而且 PC 版现在限时免费下载中了，大家赶快去抢好康吧！超爽的，免费下载中哎！今天要介绍的这款《暗影帝国》重制版，就是先前推出在 Xbox 主机上的《暗影帝国》全新制作版啦。官方现正开放 PC 版限时免费下载，只要登入官网安装 Epic Games 平台并注册会员账号，就能在12月底前免费载到完整版的游戏内容。而 PS4 版及 Xbox One 版将会在明年发售。本作以横向闯关玩法为主，主角 Jason 在登山的途中遭遇佣兵的突袭，进而展开一连串拯救女友的冒险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将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强化自身的装备，过程中也会触发许多不同的随机事件。究竟故事如何，就有待玩家们慢慢品尝喽。至于主角和随神撞脸这事儿，重制后又更像啦！赶快打开你的 PC， 先载起来放吧。